少年就是不痛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日前访美时不小心被行李压到脚，因此他连续两天找推拿师傅帮忙，并在脸书分享整个推拿过程。你看哦，又为什么会痛？对，不会像昨天那么痛。哎，还是很痛。你的肌肉在。放轻松，哎、欸。快点回去呀，到后面抓着它，你会比较舒服。来，很好哦。啊，你看，你昨天的这里哦，脚踝是肿的，今天拢消炎了嘛。笑脸都是哭的。关于附件惨叫一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朝圣留言，被处理过的都能体会，还有人笑说不但可以治疗脚，还能练高音。啊！好痛啊！笑脸都是哭的。就打我们麻将，等一下他们会来表演，然后表演如果我们偷瞄他，偷瞄就可以，每瞄一次就要加三秒，他就可以打歌。哎呦，认真打，我们这边输了要惩罚哦。哎，打给马龙妹看表演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因为我要派出魔王了，哎呦，他们绝对会把头抬起来，要不头抬起来，这一定要看的，要不他们就会把牌子摔出来，这太好看了，一定要往上看，欢迎高嘉瑜带的煎熬。你说谁唱？高嘉瑜什么歌？煎熬，那就真的煎熬了。哇，我好想看哦！哎，港湖女神的王，唱得好。不不不！哎呦，天哪！两张，一张。早知道你只是飞哥的脸已经滑下来，慢慢不当初你又何必浪费？我现在在担心，担心副歌的地方啊。还是把你丢掉，这风
哇，吴以诚、高嘉瑜小姐，唱了，认真了，唱好了，哦，终于唱完了。正常发挥。嘉宇，我问你啊，那嘉宇，我觉得你要过去关心一下。我们私底下，我们偶尔也唱唱歌。然后我那一天听他唱完歌以后，他立刻决定要出我，就牵我出唱歌。是是是，他拒绝了。是是是是是，哇，你这歌声实在太有魅力。进步很多。对对对。我们这一桌麻将才整桌掀起来。我现在都边唱歌边整理房间。真的啊，来偷瞄几次。19次哦，可以宣酬57秒，57秒，哎，好新的作品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港服女神嘛，是，所以她要宣传她的政绩，政绩啊，政绩，57秒，那可以宣传一下，我们这边继续打麻将，我可以宣传政绩，也可以宣传歌艺啦，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政绩，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你的歌艺了，没有带卡拉吧？应该没有，宣传，没有，因为我要跟大家报告，因为我最近有去钱柜唱歌，然后我那天去的时候，我就特别问服务生，因为现在不是都有评分吗？对对对。然后我说现在最高分是多少？他说最高分有史以来是91分。哦。结果我那天唱完之后92分。很明显是机器的坏掉。对啊，那应该是我们以前在用的那一台机器。然后服务生说那是有史以来他所看过，他在那边5年工作看过跟听过。那你最高分那天是唱哪一首歌？我是唱陈绮贞的《旅行的意义》。哦。哇塞，那陈绮贞有生气吗？对啊。没有，就真的就是最高分啊，所以就然后我唱《煎熬》是90分，哇！所以你今天选了这首歌来应战。其实我选很多歌，但制作单位就在挑这首，我就觉得有点高难度，因为许富凯歌是比较简单，然后我的歌他的歌简单。我问天，问大地。耶耶耶耶！哦，他是说你耶耶耶耶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耶耶耶耶很好唱哎，还是这样子，你唱《煎熬》看看。你不要挑战他，哎，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妈妈，徐富凯有个方式，因为他这样挑战你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请他当来那个演唱会嘉宾，真直接去，需要那么冒险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刚一来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姐姐跟我说，我们是同等级的，哎。已经跟我说我们是同等级的，我说对对对，是同等级。然后他歌声有一种魅力，就是会让大家唱了大概10首歌连唱给宪哥听，就为了证明我唱歌好。太吸睛，宪哥真的吓到，他想说不是吓到，你怎么会找在一个他卡在门边唱，我们在那边后面没有退路，你真的懂不懂？真的假的？不让宪哥离开，我说没有听完10首歌，不会不会，真的很可爱，唱那个歌每一个让我们很感动。对，他很用心在唱。如果他出唱片的话，我们一定买你一张。好吧，有这个打算吗？会支持的，因为宪哥如果演唱会可以找我免费去赞助。但是我那个是收票的。我们也开过收票演唱会，真的吗？假的？一张卖800块。哇，好秀呢！好了，一定给他支持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嘉宇，谢谢。